昨晚韩国男星金希澈在直播过程中和粉丝热聊，随后金希澈身边就出现了一只无毛猫，正是这只小猫咪勾起了网友的围观和注意，因为这只猫咪像极了雪梨生前的爱猫布林了。有不认识这只猫咪的人就问金希澈，这是猫咪是谁的呢？金希澈则是回应是个秘密，显然金希澈就是不想勾起往事和伤心了。但是啊，可以清晰的见得这就是雪梨生前的爱猫布林哦。其实金希澈和雪梨之前就是很好的朋友了，这样的事迹再一次引起粉丝们的泪目哦。